者庄佩仪综合报道。日本女团假面女子26岁成员朱寿柚香，昨天下午约1:45于东京文京区发生意外，应当的刮起强风，吹倒的一块高 2.8 公尺宽 3.8 公尺看板硬生生砸在朱寿身上，送医后证实腰部骨折。假面女子约2011年在秋叶原发迹成军，旗下拥有不少成员，惯性戴上面具表演，而朱寿超香可爱，一双圆滚滚大眼和白皙皮肤，拥有不少粉丝。昨天他走在路上却惨被看板砸中，当时路边民众见状都喝傻，赶忙通报救护车。其经纪公司也发声明表示，朱寿正在医院接受手术，后续状况则会另外公布。目前肇事看板也已被贴上胶带封锁，朱寿有香被看板砸中腰部骨折，反射自推特东京一看板被强风吹倒酿灾，反射日本电视台。